大家好，我是易发半导体汽车部门项目经理吕学新。今天很荣幸向各位介绍 ST 的智能座舱解决方案。在汽车领域，从过去的车机数字娱乐系统到最新的现代车辆智能座舱解决方案， ST 一直为这些产品提供卓越最先进的组件与解决方案，以满足我们客户多样化的需求。该智能座舱解决方案由 ST 的 Power PC SPC581CPMIC L5965 音频功率放大器 HFD801A DAP 模块使用 HD 的芯片 STA800 STA710 TDA7707 GNS 模块使用 HD 的芯片 STA8100 ASN330LHHX 以及我们合作伙伴的 SOC 和音频的 DSP 联合开发的智能座舱解决方案。接下来我将向各位演示 ST 的智能座舱的功能。首先是一体化的主控平台，它作用于设计智能座舱的方案。接下来是主控座位的仪表盘功能显示屏，第二为中控显示屏，包含功能设定与多媒体的操作。第三为副驾驶娱乐多媒体显示屏，同时也可以做功能操作与多媒体的影音播放。目前其硬件设计与软件参考代码已经可以发布，欢迎与我们 ST 联系，期望更深入的合作。谢谢。